的人气直播美味秀。我再等等看一下，看有没有人上来啊。咦，每一次好像都是要等一下，看有人上来先没有。进来的粉丝跟我们打声招呼先哦，因为我要看一下那个人数有没有进来，不知道开播成功没有。哦，有啊，有慢慢跳那个人数出来啊，这样是我开播成功了啦。你刚才是看了是，好像是还没有开播。Hello， 大家傍晚好。来，安迪先来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傍晚好。哎，你们猜猜今天安迪秀要煮什么啊？因为我们没有，他知道没？刚才不是讲了？哦，是哈。早上讲了。刚才可能有一些粉丝没有进来的，可能还不知道嘞。哈、啊，哟，师妹正早上来了。太空了吗？他开玩笑了。他在喝茶哈、啊，可能在休息。师妹，你来这边来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鸡胸肉啊，300克，我放那个三茶匙的，那个葱头油，放调味料，放盐，放胡椒粉，然后我现在跟它抓均匀，然后等一下要炒的时候，我放那个玉米粉下去啊，给它腌一下，我先抓一下，给它腌一下啊。要腌多久？一下子啦，我要炒了。一下子就可以了哈。那炒起来应该是比较香。我先煲那个汤先，这个汤我先煲啊。那个拉萨的汤我先煲，今天是煮那个这个马苏的。马苏的咖喱拉萨酱料。我先把那个水先煲啊，煲了我放倒放下去滚先。这边有2L的水，2L的椰浆。这是什么水？椰浆啊。第二片的在这边，等一下压好了我才放下去，放第二片下去啊。第二片的是比较没有这样浓的是吗？啊，第二片比较浓，它很快出油，所以要放后面。压包，我去炒。安迪秀今天的新菜色是咖喱拉萨，这是底下安迪会用到的酱料。早上翔哥哦，他带我出去来讲说哦，哎呦，今天那个大家好，那个拉萨没有开嘞，不知道吃什么。那个88那个黄金下面一点的那个。不然他底下就有88，然后他是 Junction at the end。哦，那个角落哪间啊？还是摩托店隔壁的？好像是摩托店隔壁的。那天我跟你讲那间啊。应该是吧？那个油站旁边那间。那个不是啊，那里。你要炒什么先？炒肉先哦。炒肉先。要不要起来炒上来先？那个锅里面呢是安迪该放的那个第二片的那个拉萨啊，不是拉萨，那个椰浆水。咖喱拉萨，哇 ，it's my favorite。大家傍晚好。你安迪要放那个薯粉啊？安迪再放了一点那个薯粉下去搅拌。然后等下就可以拿来炒了。是的，我是六妹主播。六妹，这包咖喱拉萨酱新加坡也有卖，有啊？妈说应该是都有啦。有啊，哪里都有卖的啦。所以你们可以去试试看一下，买这个妈说的，然后去煮一下那个咖喱拉萨。你放下去，我要闪远一点吗？
应该不用啊，还好没有做的会喷。这个不是阿萨拉萨，阿萨拉萨安迪应该没有这样快会要煮啦。哦，安迪，我要请陶秋来跟我。陶秋啊，安迪要聘请陶秋来煮，有谁 volunteer 吗？那你谁会煮的？谁会煮阿萨拉萨的？现在 MCO 不可以过，慢慢跑。就请报名先，报名先。明年，年尾没有 MCO 的时候。就是讲没有一家也好，至少都是一个拉萨是吗？阿萨拉萨跟咖喱拉萨。不过油很难炒，多加一点油。这肉呢，安弟刚才腌了差不多五分钟了哈，煮了五分钟，腌好了就拿去炒一下。这是鸡胸肉 ，Doreen， OK， 我留一碗给你呀、啊。你几点会到啊？我留一碗给你。也是有香味耶。给我炒一下，不要。哎，怎么炒了它不会有一点黑黑这样子的？怎么要黑黑？因为炒了嘛。你有炒焦它？你不要炒到很焦啊！你要炒到很焦没？这样才有那个比较香的味道，不是？脆啊！哎，我要看一下麦帅小。等一下比较香啊！等一下，看一下那个上面就比较。师妹她去开会，现在偷懒，师妹也是有在线上哦。刘妹今天要装清秀一点，要装斯文一点。我啊，我是安迪秀的第六个女儿，可是我跟四妹、五妹她们都是不同姓的。你安迪把她的肉呢炒一下了过后就拿起来，然后现在呢安迪就要煮那个炒那个酱料。我们用的是这一个咖喱拉萨酱料，是肚后面的。我看一下，这一包呢，它是有200 mL。180 gram 的那个酱料，有蒙蒙耶，不够酱。OK， 好，180 gram 的那个酱料 ，OK， 然后呢，把那个酱料放进锅里面炒香，加入800 mL 的水，给它滚哦，然后再加入200 mL 的那个椰浆。然后再给它滚一下，然后就可以把就是你想要放的那些材料啊，豆芽啊，还是一饼一碗倒皮什么、啊、就可以放下去里面了的，就给它一直去煮，煮了过后呢就可以就是把已经准备好的面啊，我是讲做那个料米粉啊还是什么都可以，料介绍它的料，这个包装里面有什么东西，那我看一下看得到吗，这里面有葱、蒜、盐、辣椒、糖、棕什么？棕榈油啊，棕榈油是那个我们的那个石油是吗？对，我是。香茅、虾米、南姜、黄姜，这一些哦，然后就可以它的酱料就有这些，它是有哈拉色的，哎，又蒙蒙了嘞，哈拉色的。我放两包下去啊，因为我们煮到三厘，两厘的多。所以，因为我们今天也是有八个人吃，所以安迪呢就放了两包的那个咖喱拉萨酱。
有 Andy 有很多粉丝要 order 嘞，很容易煮啦，他有那个，他后面有那个叫你怎样煮，然后是先把那个这个料炒香，它里面有虾米啊，什么都有，是啊，你知道烧出的味道吗？有。加辣啊！安迪加了那个自制辣椒酱。我放两茶匙下去，两汤匙下去。两汤匙。安迪，你两汤匙是不同大小的。没有啦，他刚才挖到几。安迪加入两包的辣沙酱，还有两汤匙的那个自制辣椒酱下去翻炒。龙哥进步了咯，很多花椅子都会看了咯。龙哥厉害了。是啊。所以哦，改次我们不可以用花椅来写他的坏话呀。我把它这个酱料炒香啊。有喷那个。我还没有考完试哦，下个月考月头，所以现在我都是在做那些 partial question。新加坡应该很多地方也都有卖 Samsung 啊 ，NDUC 这些应该都有了。好啊，放下去啊。锅呢是刚才安迪在包的那个放了椰浆，第二片的第二次的那个椰浆水比较没有酱浓的，然后把炒好的那个酱料呢跟它放下去里面。安迪没有试看够辣吗？嗯，不够辣我们可以加辣，哈哈。哎，妹妹不可以吃太辣哦。美艳，谢谢你，我看到你按很多的那个爱心哦。龙哥在这边了咯，龙哥。有没有放倒鸡？倒鸡 King 有在，倒鸡 King， 等下你记得去拿你的倒鸡啊。我有这个的。啊，有，还有有刀锅啊。放心，那个倒鸡 King 他会去拿的 ，Jelin。好啦，好啦。不要亮是吧？哇，没看，那个倒爆了吧？别看了，现在头油，哇，很辣嘞，嗅到都辣辣嘞。等一下，我会不敢吃没有？不会啊，大家晚上好。听到龙哥声音没有？这个形象下去给他包，给他暖啊。那个倒爆，倒爆！你们如果家里人，你们很多都喜欢吃倒爆的话，你们就可以放多一点。如果比较没有什么人吃的话，你们就放少一点，看你们自己，就是你们要放的量，看多少。加再加蓝的，太多蓝的，满出来就这样。是喽，我怕洗完的。你现在还会再倒那个水啊？那个也加。那冰箱真的还要再加吗？再拿吗？这包很香，我也很喜欢用。Irene 也是哎。我们今天煮咖喱拉沙。有放汤吗？有哦，买到干的汤，买到熟的汤，所以我要尝。这个是已经蛤蟆，是咯，有点是那个好的。因为安迪买不到那个生的那个蛤蟆，所以就买这个熟的。熟的我要跟它炒一下，要不然没有那个甜味了。对，这个牌子的很好吃哦，这个酱料，这个是 Must Food。我看小火给它焖那个豆腐给它暖一下啊。滴开小火，然后给那个导播闻一下，闻一下这个 Must Food 的咖喱酱料。七妹没来吃吗？七妹没有哦，她在家里陪妈妈，她妈妈有煮。四妹啊，四妹有在线上，她现在应该有在休息一下，所以她在线上哦。杰林，我考 ABC statistic 那个所BS 的，还有那个accounting 的。
然后我年尾还要再考哦，我考三科我才温习了一科。安迪现在 要先炒那个西哈，不可以叫学哈吗？没有学啊，熟了。大家傍晚好，你们有谁喜欢就是吃咖喱拉沙的啊？可以分享跟你们的朋友啊、家人一起分享啊，大家可以来煮啊。哇，文尼莎也是煮，也是讲他煮了那个用了这个酱料哦，很多次了耶，试过很多次了。Andrew 问有没有放小米？他的酱料里面变了，不用再放了。所以酱料里面有了哦。这个是快吃快的，这个是快的。嗯，这是自煮酱料比较快的。没有啊，我考 LCCA 罢了，还没有 SCA 啊。SCA 我很怕。SCA 是看到 SCA， 等下考了 LCCA 姐。王哥。你放一点辣椒，把那个汗放下去。我们几个人吃好吗？应该没有人吃，少人吃。你吃，我吃，龙哥没有吃，大姐，大姐不能没有吃。好，快点好一下去啊！还有一点咸味。肯定应该放的那个辣椒是什么？什么辣椒？哦，那个自制辣椒哈。放一汤匙下去。那辣椒应该要放多一点的，好像看没有那个什么辣椒。应该太辣了。应该还好吧。一个辣梅。等下我们试试看，看会辣吗？我跟你讲，嗅到味道都辣了。知道那个很辣。安迪放了一点的那个自制辣椒，然后把那个蛤呢放去炒了一下，然后再放那个蚝油哦，给它一点那个咸味。要不然这个买包装变变的没有味道。所以我们自己回来跟他加一点料哦，给他比较有味道。有咪咪口，我们有放导播，导播在那个锅里面了，再用小火焖。ring ring roll， 对 ，ring ring roll， 等一下，龙哥他会去拿。给我先拿一点酱油啊。再放一点那个酱油，酱青。哇，不要啦，我不要亮相啦。今天买不了生的，买这个大便的，然后它的那个臭臭味都没有了。我臭臭味。要有臭臭味才好吃是吧？要我们，因为我们是要有血的味道才好吃。对，要有血，没有血不好吃。要血，以血补血。龙哥，你每次去捐血啊，过后你应该要吃蛤蜊补血。哎，我们看一下，那个蛤炒好了。妹妹，你有吃蛤吗？补血。今天就整成烂了。哦，你敏感是吗？哎呦，你虾都遭刺了。虾没有这样子。好的，我会加油的，勤劳点读书哈，要做多一点发小 question 呢。Andrew， 为什么你会怕吃西哈？是因为很蛤蜊嘛？龙哥帮你回答了，是，很蛤蜊，龙哥，因为龙哥他不吃的。是的，我们今天煮咖喱拉沙。我烫菜啊，烫那个草莓。最近没有嘻哈嘛？那天有，今天没有，奇怪。有啊 ，Disco 的小小字没有看了都没有胃口。太小字了啦，等一下扒都难了。扒到你笑了，等一下。对哦，师妹也是喜欢吃嘻哈的。上次佳音打包那个什么拉萨，从北干打包拉萨给我们哦，然后只有我跟师妹吃那个嘻哈嘛，龙哥不吃的。龙哥不加。
滚了，这个软了，然后我才加那些下去啊。它给它软些，那个豆腐给它软一下比较好吃。要给它吸满全部水。你的豆鸡不要放凉啊。豆鸡是要吃才放上那个零零卷，还是现在可以放？没有，等一下再放。龙哥讲要吃才放。为什么没放下去？Jesslyn 你拍起来哈，这个是它的那个 packaging 是这样子的 ，Mars Food 的咖喱拉萨酱。那你拍起来哈，一二三，叽叽 ，OK。没有这样浓，就是第二轮的那个椰浆啊，刚才是先放进去包的。我给它那个宝宝闻一下再放。然后等一下还有一个第一轮的那个椰浆呢，是等一下要好的时候才放，在旁边安迪已经准备好了。Doreen， 是咯，我有口福嘞，我们全部都有口福哎，有吃到安迪煮的那个咖喱拉沙。那个长豆我把它放下去啊。长豆，我一边看你们的直播，手没有停下来。美艳，美艳讲，美艳周末你手没有停下来。我在忙什么？滚了，滚了，滚了！龙弟，为什么你不吃西哈？龙哥讲他不喜欢血腥味。如果哎，如果弄熟一点呢？好像这个安迪他是买熟的嘞。哎呀，他心里、啊、心里作怪，他不会治疗的啦。还是你有曾经有吃过哈、哦、那个臭的那个西汉是吗？是越跑是越咬的，西汉是慢慢咬的，要来蹲着蹲着咬。对，我就是要就这样子嘛，你要是要咬那个西汉的味道出来吗？不老，那个味道更厉害。那个血的味道啊，来顶啊。好，我明白。安迪，如果是生汉的话，也是要像刚才这样子炒吗？不要不要，你烫，拿烧你烫下罢了就可以了。要烫几分熟？看你的个人口味。看你要喜欢有红红水出来的，还是要没有红红水的。好了，如果你们是比较想要吃有就是半熟的话，你就烫半熟；不要这样熟的话呢，要不要看到血的话呢，你就可能烫七分熟这样就可以了。看你们的程度，喜欢这样子的。倒给啊，烫上来啊。烫倒给。安迪是做酱料，可是呢，安迪也是有做工的。安迪刚才也是哈、哦，去外面做工了回来哈、哦，然后哈、哦、来边准备啊，备料啊，然后现在煮东西的。是的，我喜欢血的味道 ，Andrew。安迪也是喜欢血的味道。你们是 Dracula？ 什么 Dracula？ Dracula。Dracula 是什么？吸血鬼。吸。人家喜欢解味道，讲人家是细节。哪哭啦？现在哪块是节奏？
欸，有些人啊，怀孕的时候也是吼，突然间去吃很多那个西汤的嘞。你记得我们去格拉比吗？你记得我们去格拉比吗？记得。你正在找西汤啊？哦，对咯，对咯。你们那边没有全部。啊，你真的是我们几个吗？不是全部。你们几个人？我你跟师妹。我们几个。还是要去到海边，然后去找西汤。对哦，我们有他们加料哦。Siri， 你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的那个牌子，我们今天用 Mass Food Curry Paste， Curry Lasa Paste。Siri， 你可以写多一次吗 ？Siri， 六妹的是 miss 掉，你没事情啊？六妹不是故意的，六妹 miss 掉了。六妹没有做酱。看这样快的吗？是咯，因为我很久没有做了，退步了。师妹比较快，师妹看自己比较快。哦，看到了，Sally讲不要吃太多西汤，会有那个 hepatitis 什么？应该是鼻型肝炎啊。是鼻型肝炎对。我是 O 型的。不是啦，人家不是那个鼻型肝炎。如果是 B 型的血，是不是比较不能够吃？没有啦，那个鼻型肝炎不好啦。可以讲了，不要吃这样多鼻型肝炎，是。哦，没有啦，我们也没有讲说一直吃的。一年吃不到三次嘛 ，Sally， 他 miss 掉了 ，Sally， 应该是有超过三次了，有吗？有没有打包到两次？应该是有三次啦。不好意思啊，老师 miss 掉写多一次啊 ，Audrey。什么笨针？什么一大包一公斤多少钱？那个靠近海吗？海南啊，海边啊哈。哦，是哦，少了一个蛋哦。怎么蛋呢？好像有蛋啊。哦。对哦，他们大力的话好吃，如果太大力的话就不敢吃了。安迪也是，那时他俩在 NSC 看到很大力是吗？不敢夸张，差不多那个啊、像手掌这样大，这样好像差不多，对，像这样大。看了都怕。这个椰浆我加下去啊。这是第一轮的椰浆，比较浓的。那个已经下好的时候呢，就把那个第一轮的椰浆呢浓缩的，跟它放下去。散蛋已经在里面了，在那个锅里面。明天关蛋开始 EMCO 啊？明天是五号，他们讲九点是啥？等一下九点、啊。不懂啊 ，I don't know how true 啦，我不知道是 rumor 还是 true 的啦。Hot boy egg yellow。我看到，你看，拿近，你看，底部红红的了，你看底部看了都爽哦。不会很咸，要凉粉上。可以看一下包装吗？优妹帮忙包一下，让他说那个包装。等一下，我把镜头放回来先。来，谁要看包装？来，这个是 Mass Food 的 Instant Curry Lasa Paste， 180g 一包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起给。OK。上个星期我买西汉十三粒一公斤啊。大粒的西汉。有吗？对啊。哦，那个壳。13粒嘞，13粒那里就一公斤没？那很大粒哦，看不用哦，不用十三粒。20元啊。会很咸啊，我会给盐啊。所以盐的方面呢，你们就是看你们自己的喜欢吃的盐度到这样子。如果你比较喜欢吃咸一点，你就可能放多一点，自己要试一下那个味道哦。GB 今天好像是500多啊。OK 了啊，我关小火了。的拉沙，咖喱拉沙酱料好了。那个汤底已经好了。罗哥连那个 oyster 都没有吃了。那个 oyster 蛋叫什么啊？好煎还是好蛋啊？啊，他吃蛋他不吃蚝。一样哦。蚝煎。Sorry， 不用紧，你试吃就好，我们帮你吃。要汤面的。
这个是那个米太麦还是什么？这是粗米粉，这个、啊、这是粗米粉啊，鹅粉短的，它有长有短。是哦，我看到也是像老鼠嘛，聊老鼠粉嘞、欸，那个米太麦。它有长有短啊，我买短的。喽？不是啊，罗球人是一个头圆圆的，哪里是？差不多像这样哦，这样一条尾巴是，可是头不像吗？哦，所以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那个河粉，那个短的。短的河粉啊？嗯。短的河粉，我没有看过这个。短的河粉。Sally，sorry 哈，我觉得是刚才是我应该是还没有滑去看到哎。来，安迪烫了一下那个短的河粉，好了。这个拿掉。哪一个？这个它有一个长一个短的，那个在那里。地拿上。还有这个边内的，买短的。拉萨边内。一二三，几个？短的拉萨，不是短的河粉。短的拉萨，拉萨边内，拉萨边内。下去。这人家老鼠。Hello。拉萨本地。也是这样短短。会要放下去先来看。安迪腌辣椒干黑酱油西汉配粥很好吃。什么东西？那个西汉。哦，辣椒干黑酱油西汉，昨天那个哦，我爸爸每次在弄的。这那个弄得很甜的。太大碗了，好像很大碗。来，给瑞瑞吃点啊。直接先弄一碗先啊。这个嘛，姜。爸爸，你要吃姜吗？姜。丢。大姜。安迪，你这两个锅是哪锅买的吗？对，这两个都是。嗯。这个是有一个不粘锅是红锅，这个是那个锅那个什么，然后什么我会煮。什么？这个干锅叫什么？安弟有这个，没有我们这没有弄到蛋哦。安弟是很小的，你有看？没看到没？没有那个小锅。我没看到 Galaxy 的，我记得没，我记得是没看过。还要那个姜吗？可以。什么姜？那个是姜来的没？姜。我们是姜壳来的，安弟。除了那个姜是红色的。姜花。姜花。我以为是那个是荷花的，对不对？荷花对，它的花差不多，可是荷花人家可以吃。我今天去买菜也是有看到，我就以为是荷花的，原来是姜花。有的人喜欢荷花，没有吃过。我们没有冰卡乐的，它的冰卡乐的有。哦。得先弄第一碗。红红的哎、欸，想照顾好健康，吃一点点还好，不是常吃才的，就久吃一次。没有，我们今天没有蛋哦。没有。今天没有蛋。Oh my god, husky, 你那个狗 husky， 那里什么？哦 ，husky 呀。你看后面有一个小小的、QQ。我问你们在讲。Sally 不用急，你 comment 哈、啊，那个龙哥看到也是会帮忙回复的。是。因为我太久没有做哈，我也是会比较会漏掉那个。因为很低级的主播真的很多 comment， 太久了，快，一直追着。然后等一下，我们有时候转身啊去弄东西什么之类，就会 miss 掉了。龙虾？哪里有龙虾？阿棒。有那个看起来像龙虾的。弄龙虾对不对？弄龙虾。不过酱料里面有龙虾的那个亲戚有虾米，远方亲戚，远方亲戚啊，远方亲戚啊，因为我看到很多爱心了，可以啊，你的酱应该要吃点，无论是哪里呢，它的 case 都已经在增加了，有香味，姜花会辣吗？那个姜花不会啦，是这样的 ，OK 来。看得到猪肉吗？猪肉啊，看没有摸。Look spicy， 接到我是觉得有点 super spicy 的味道。安迪今天的咖喱拉沙盛盘好了。OK，
有啊，吃到那个姜味了，香香香的味道。有没有需要姜的味道、欸、不是姜，是香香那种花。香香味道啊？没有，我只需要那个咖喱的味道吧。很辣。你不敢吃没有？石头妹妹，我不能敢吃妹妹。OK。好聊，好聊，好聊。今天40分钟安迪。好呀。今天我们的咖喱拉沙完成，接下来呢，让安迪呢给我们做他的招牌动作。拜拜。叮叮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餐。Have a good。